火龙果。郭南啊，没有，你为什么把人家的钞笔油条撕成这样？没有，一半是用烤的，就要还回来。没有钞笔的钞笔油条。就像没有牛排的牛排。至少还有铁板面啊。妹妹，你这样子会痛死。啊，有仔，你若无来啦，啊，若无仔，你干那生干来啊，我倒。啊，你讲你一句啊，应十几句。嘿，妹，你若无看伊啦，哎，啊，有蚵啦无？有诶。十八只包诶。高威早安，国龙早，孙明早，新加坡六早，瑞兆早，孙明早。你们有蚊子。我说的也是，我在丰原被讲一声。好啊好啊好啊，卖讲卖讲，讲你一句安尼，应十几句，我也被念了。好痒，有蚊子。我怎么觉得我在直播的比较多人在那碎碎念呢？我怎么觉得我每次直播完都很多人碎碎念呢？下面的留言都在碎碎念，好多人碎碎念哦。昨天的八卦山又一堆人在那碎碎念，我真的是没受不了呢。杨优米早安 ，David 哥早，柯东早，韦正早 ，Ken Ken 早，国正早，陈东早，我真的有点受不了了。那有一个李美琴的，之前念那个女生没在做，以后现在换念二姐哦，而且我好像有跟他吵过架，他也蛮哇，不能跟他吵架。我跟他吵架，他会一直讲哦。他留了，我记得有一次跟他留言哦，来讲了一句，然后回了十几次。哦，后来我就决定放他慢慢讲了，我就不理他了。太恐怖了。我真的觉得太恐怖了。我希望我虽然我已经有年纪了，我也五十岁了，我都一直努力控制自己，不要变成那样子。你们千万不要变成一个碎碎念的
老人啊，请问什么？哦，为着你好哦。啊，别人我阁无平台讲的，别人我平台讲的，你就是我爱讲哦，安尼最好都不要讲。志宏招，轩轩上来了，哎、欸，轩轩在乌日在丰原啊、喔。轩轩，你跑去丰原啊、喔？师傅早，轩轩在丰原哦、喔，赶快去，我帮你 call 人去。David Lai， 还有护林啊 ，David Lai 护林，赶快去丰原。上上，然后看伊在行，啊，这位有我拍摄，谢谢啊，拍摄，拍摄啊，拍摄，拍摄，谢谢啊。300块过来，白带，白带。家人要开吗？家人，你要问他要不要开啊？问他不要开啊。家人要开吗？啊？家人，他要不开。伯南，你有没有去澎湖钓鱼？没有呢。那钓他是不是钓？伯南钓的头三。所以你休息那5天都没有去钓鱼哦？有、啊。有。还有8。5八。哎，你5八够人啊？我买几包诶。5八。等一下哦，你们问有什么东西的，等我一下哦，等一下一个一个问。都在桌上啊，东西都在桌。有猪脚吗？猪脚。好、啊，那怎么卖？很贵啊！来，黑林500个啦，500个黑林。这是千斤的，不千斤的。500，黑林，无人来哈。哎，这个位置到。套抽，哦，今天套抽应该都可以。嗯，你看后边鱼也无钓，但今天鱼池无什么鱼啊。咱连套丢都无诶，咱八卦山套丢拢无。我刚才前面碎碎念那个李美琴结束以后，他一定又要，一定又要骂，一定又要留一堆东西。虾仁跟鱿鱼花，虾仁有，虾仁有，鱿鱼花，我问一下，鱿鱼花干无？鱿鱼花没有，没有鱿鱼花，有虾仁。因为鱼是没有乌哦，鱼是没有鱼。轩轩有男朋友吗？没有，看起来是没有。萱萱应该是没有男朋友。宋文文，你虾仁要几包？鱿鱼花今天没有。因为鱼是没有鱼啊，鱼是没有鱼，要下礼拜才正常。
因为中元节过后的第一个礼拜，礼拜昨天鱼市才开始，就没有鱼。虾仁要留四包哦。虾仁要留四包。嗯。好，送我帮你留四包哦。嗯，卡拉对吧？一道功夫，你看看好啦，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这礼拜六、礼拜一到礼拜五，是他们没有交那个房租，看到底是在那个房租，所以他说不行。有没有？你看今天晚上你吃饱够吧？晚上你吃六百就吃够，那一吃够吧？在那个冲绳啊、日本啊，然后他说这礼拜没有交货，所以固定的啊。他礼拜五才回来啊，他礼拜五才回来啊，礼拜一到。主要评价也老爱的评价，一个是拜，中元节过后，农家不，拜来，拜过冬人才去接的。第二天，我看看我还是无。中午我直接打一打。下午我打一打。都可以啊，波比鱼怎么卖？波比鱼，波比三五百，三四五百，三四五百，三四五百。大半只，大半只，很屌啦。啊是你，啊你摆定有啊啦，是不是？有这个摆，我今天摆好摆，今天摆一摆，应该是可以。我要去买了。萱萱有人问你有男朋友吗？你看人鱼人鬼都无多啊，你看谁还喜欢就接了吧。对啊，就今天人鱼吃的都蛮鱼啊。对啦，我今天来早啊。鱿鱼圈哦，我问一下啊，有鱿鱼圈吗？鱿鱼圈有哎，宋文文有鱿鱼圈，春霞找，我拍一下桌面给你们看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三百块了，三百块。好了，好，你摆开来。今天有没想？好啊，今天有凤螺，凤螺活的，小章鱼。章鱼脚，章鱼傻傻呀。是木鱼皮，是木鱼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拜拜。是木鱼皮里脊、小章鱼、是木鱼肚、金线鱼、花鲳、灰灰章鱼脚、是木鱼、金木鲈、昂沙章鱼脚，然后剥皮鱼。哦，好像有玉米鸡耶，最右边好像玉米鸡。鱿鱼圈是一包一包的吗？对啊。还有啊。今天有鱿鱼圈吗？有。有哈。有几包啊？伊头拄买下零四包啊，迄个。宋文文应该。啊？还有老包迄个像春天。你鱿鱼圈要几包？还是你要拿一箱？十包。鱿鱼圈十八，鱿鱼圈十八，鱿鱼圈老七，好，拜你了。
虾仁四包，啊，鱿鱼圈十包。我来买虾仁无？没有问题。我要问，啊你 Okinawa 有潜水无？有潜水无？潜水啦。无啦。差不多要收下。你啊，台湾未使赛车啊？我讲啦，我讲啦，台湾的。啊，偌好笑哩！哎呀，去日本哦，哎，红牛泡多好吃啊！他赛五杠哦，我转来台湾，红牛泡多好吃。哎，他今天怕雨刷，一边左转的，一边左转的。萱萱的头贴好漂亮啊！顺明，你只要就在网络上说什么萱萱怎样，你今天要去丰原啊？他今天在丰原啊，而且他说他以后没有要来的，你要赶快去找他啊！他暑寒假没有要来哎、欸，疯吧！我今天还是归丰原今天有，丰原今天有，对，丰原今天有，今天是他爸爸去哈，今天是龙王去，因为阿根他不舒服，阿根不舒服。你后边你还受伤啊？盛明早，生的鸡腿肉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是没有吧？昨天就没有生的鸡腿肉，应该下礼拜才有。要看信宏还是萱萱？章鱼脚。先拿章鱼脚，下次等他，一个月来，来，等我一下，我跟他讲。来，给你。